你说而已，不用拿钱，你干杯都卖完了，不用拿钱。都有哈，没有了，等一下。我打了送票，你还落个分开呢？我一客要冲哪位？来，谢伟盘，来个一个上诶，我咪收五个，诶、欸，要干杯，上无要了。哦，上无起来干杯。我来，来小香肠，谢伟盘过来。谢伟盘，谢伟盘，小香肠。好多。好哥，哈，给我算你哦。我要算你一顿没完了，够。妹，你们还要什么跟我讲哦？乖，你看好，我说你掏钱跟看好一样呀，拍谁呀？来，只有四位，一个人三盒，没有了，我全部卖完，剩下四个客人，来200块给我了。没有了。两三。好不啊？等下。哎呦。我要钱不少。好啊。大家收过头。原来阿公安尼，逐摆拢买无到，我注意足久啊！你着，今天吼，今天阿公，阿公你咧自跳，你孙仔啦，伊咧带字较紧啦，你安尼带字拢上规波，像咧地将安尼，有啦，我想起啦。我阿公，遮拢你孙咯。好啦。哦。我讲孙仔遮孙蛮懂，袂歹呢。阿公，你喘气无？小香肠最后一次了哦，我只可以卖13个客人，没有12个客人，我才一条多少包？12个客人而已。我们的小香肠非常之好吃，哎，这卖花都爱来千欧啊，来来五块钱哈，宝贝五块钱，我看到哈，没有，给那个大哥说1300就可以了，不用1000，没关系，来，你无人同意，你敢搞我买，再来加胖点，我就感谢你啦。来，过来画小香肠，真的很好吃。来，很牛，把别个画小香肠也去，很牛。只有妹妹有吃过，啊，不要大哥嘛，喝酱嘛，喝酱的。虽然哈，我卖的很便宜，但是东西不是不好吃哦，是很好吃哦，7条100块。菜市阿要加加七条，哈、啊！你这几点啊？怎敢来？你想要过年吗？哦、你慢慢来，来100块我来，我咪讲7条、8条、9条、10条，你了吧？来100，12个而已，我咪要收贵头。好，你五个，啊你五个，你六个，安尼最后一个小香肠。我阿公来，阿公你的钱拢伊妈顾他给我啊。两家收的，两家收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，你先找钱，12个了，十二个了。你给我买下去，我抢的。2500，没有了。找钱，哎，小香肠我炸。五百。冷清味的拢卖完了。来，12个，刚好12个。一收6包的，冷清是12包的。哦。但一个有够，我刚刚收钱，上后边有小香肠的。我来了。明天有没有一次？有。明天有一次。来，有没有小香肠挑？明天有一次。新年快乐！要赶快来买哦！我跟你们讲，私人节，私人节我跟你讲，你不要以为今天这样已经很夸张了哈，你不要以为今天这样很多人哦。明天的话会更多人，明天会更多人。今天这样算小 case 而已哦，所以明天你要来买的话，要早点来，要早点来。我跟你说，很多东西有可能在2点半之前就没了。这样你两个几星黑的？明天要过来的话，要早点来。明天要过来的话，要早点过来，真的。杨姐，我搞完这来休息呢。两点开始的话，我觉得2点开始就可能没有位置。刚才没有买到，快点，可能就没有位置。这一包就230了，2包1公斤200，哎，450。原来西阿五人那边，来，我们价开400，来300块完了。我下包没得花300，拢是500到后边。哎，人家坐，我听讲没有恁买会到的，来，来，帅哥，来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哈，你鲑鱼没有买到，你鲑鱼下班还考虑，你今年吃不到鲑鱼了，除非你明天还有时间。1公斤西阿五，我卖恁300，恁来等啥位？来300块，来1包个3。买2包，再送你1包，不会下班。一包瑞珍，一包瑞汤，一包瑞猪皮手。礼拜天的人数会比礼拜六再多。来6个而已啊！我跟你看一下现在的人，很漂亮啊！这进来，这进来，这里现在的人这样子，是淡的。哎，我们没有算小 case 啦，来300块，来赶快拿钱。后面大概还有2倍，明天的话大概是这个2倍，明天会是这个2倍哈。你今天讲几万？
已经要讲究了，已经要讲究了，伊不爱插伊啊。哎，啊，今早三百剩两包呢。两包。好啦，你今要动作上班呢？可以。来，下进来啊。诶，后边咧包上。香肠。安尼好，完全包了，快来。等等，我存一箱留你。我存一箱。今仔日无啦，今仔日无重点，今仔日无。啊，你有时间，你甲老公我留你。我老是想要让你退的，啊，你拢遐晚了。哦哦，你老师这钓会变成啦？啊？看我遐粗的咧，会来五百三袂？拢给你啊，好啊。四百就好，很高兴。人客高互动，我就凊彩啊。大家讲盐城，麦接个小姐掏钱来吃，好吃。嗯，虽然无爱高追啊，但是嘛做生意，对不对？我国小的女同学拢讲我做高追了嘛，吓啊，未捌代志的拢在讲。盐城未包了，盐城未包了，还给你大碗姐。刚才没有买到那个奇卷的，这个比他那个还好吃，可是这个不便宜啊。但我别看笑话呢。来雪一个下巴，刚才没有买到贵下巴没关系。明天应该会是哦，今天还要雪一个下巴。明天应该是会算你考得最多的一场。我哪能讲算你考得？明天应该会是这一年最多的一场。考得会比上个礼拜，会比上个礼拜还夸张。我卖完了啦，十外箱我卖完了啦。下巴哦，我未记我啦，无这嘛早嘛卖完啦。瑞吹，瑞吹，你状况安怎做？伊就安怎做。这无饲啊，但是伊有骨，下巴有小块，有两块骨，做好食，吹吹就好食。每五百四百要吃下巴来三百块来，鳕鱼的头灯来三百块来，来三百块不是吃啦，我不敢大盘哦，你啦，来啦三百多啦，料料的啦，来三百块帅头灯啦，后面三百多 ，OK， 加油，这个你餐厅也有人在煮这个哦，但是餐厅煮起来你不知道他是他，因为餐厅是隔分内景，然后这暗小火，微盘的酱来把又明明。就是这类煮的哦，它是做红烧，炸一炸，然后做红烧，非常好吃。来三百块，来，但是伊是切较细块啦，你唔通较大块做红烧类煮的哈，你若要煮切较细块来，来三百块，好，谢谢。我就做超多来，好，你帮我拿，来三百块啦，来三百块够，三百块就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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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三百块来，鳕鱼口刀来，谁没拿到东西的？最后一箱了，你再不买要明天了，出门了了。哦，你真好接皮啊你吼。来，各位人还没挂掉物件无？来三百，安尼拢挂掉吼，安尼我后吃哦。鳕鱼头刀三百块多了啦吼，谢谢你们。几件啊？够长啊，你用过来买恁。来，阿过来要吃鱼啊，红烧啊，好啊。哎，乖，阮大虾好朋友，两只啊有介意无？我给你看。是无？小大姐呐，你过来，这咁好，好朋友拍我，我好不爱搞，好不爱搞，算了。来，赶时间嘛，讲啥物代志？我也无讲。丫丫咯，你怎么没过来？那个欠债主流来，怎么没过来？无啦，我是甲伊做对啦，唔是对你啦，嘿啦，我对事无对啦，这对人两百块来，这个没有了吗？回家啊，来欠债主流，啥物物件啊？我袂使甲恁介绍，我介绍咧有足济人会买袂着，好啊，客人，你啊，你袂使收，你收我个啊。再来五个好伊。伊遐明明就四个鸟，现在还讲我。老板有虾子吗？虾子有。这个就是没有骨头的排骨烧。我们明天来哦，明天来，赶快来哦，明天留一个位置给你。这边休息，蛋姐啊。还是要紧的无啦，哦，你大是大条的啦，你老赖伊啊。来啦，郭阿姨啦，啊！来啦，郭阿姨啦，电话讲啊！我银行迄点开拢袂有，你拢厉害。我安拢看了咩？我看了安尼啊，无啊，想休息就安配钱就。来，小姐要这个。来，弄几下来。哦。啊，哥啥？哥啥？哥你要个奖啥？好一支啦，要吃较好讲啊！啊，蒲烧鳗啊，蒲烧鳗切出两盘，较好讲。哇！哎，来万峦地干，啥物吃沙巴？一个咩咯？万峦猪脚。会带朋友来哦。帅哥们来过来。一定要哦。两包拢我赢啦。不，你要说好哩。两包是两斤，三百买不到了，随便啦。来啊，会使变黑进来未？大哥，这两包你把它夹下来。来，我要画鱼啊！后边兄弟，我要画鱼啊！
我知道让他的钱包好，我就是有弄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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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嗯，我来，我叫你啦，真正，对的，对的，拉落来。小姐啦，小姐，肯定啦，伊行出去交警，咱这动作啊，真正。无啊无啊，卖收钱啊！我讲啊，迄两只是咧砍的啊，你个大声砍出来啦！我没买到。站住啦，卖脱机啊，好不？哎呦，哦吼吼吼吼！我讲今天一千块吼。买不到，我后边你也这两只，买不到。来，一千块，两个。没有了，收完了。这两只一千就买不起来了。你帮我拿好了，你比较顺。这两只小的是送给你的，你以为呢？买得到，买不到。新达港礼拜天下午有没有这个？不一定，这个要看运气。来，阿古来呗。物件摆哦边好无？摆哦边，空空难。有卖啦，但是今天的这个卵丝，明天下午不一定有。明天下午不一定有这个卵丝。来，先给你上话呗啊。阿公没给啊。还两千元啊？我买卡布，干杯，爽了又。哎，你这虾仁要等一下。来，稍等我一下，忍耐我一下。那个虾卷我绝对卖得很便宜，但是后面哦包起来不好意思。来，九孔包来。到下面干嘛啦？等等，等一下。王家欢迎哦。别硬情头来啊，阿姐。王家纯欠总经理啊，纯的拢无欠。来，九孔包个几个啊？来，拢无欠。好啊。这青的包里啊，挂壳的包里，对汤对煎对炒对做毛面，猪肉吃几颗，猪鸡吧嘛，哎，有要吃的，吃包面啊，包面。来，我把那个高康包给我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新闻是我不知道会，我不知道会有新闻，我是故意的。这盒如果600块买得到，你很厉害了。这盒啦，哦，来，连你都看到新闻了。技能三十五粒6K 啊，一 K 免个600，我啊500都唔免来，300包。遇到了。一盒。OK， 来交红包来，来300块的。我那字大家你是你交警抓出来的啊？交警的哦。来1000，我这四个人呢，五个好啊，你多啊，多好啊。来投钱，来你先到五人啊，这边来投。多一盒，多一盒。这300买不到，多一盒买半盒买得到，买一盒买不到。没有了。来。有啦，迄个老家个，安安个，我用个啊，嗯，哎，来个清水让我洗一下，不接你个吗？来，有人给钱不挂掉不？来，大哥，来啊，你还没找钱？啊，东西呢？你还没拿啊？哎呦，你好不行哦，但姐你找钱啊？哎，啊，从一刻有人来沙发我滴，你别冲啊喂啊！你这个动作，打电话主任讲。来，以前人家分外当话来见啊。你把点起来。来，小姐，小姐，哎，啊，你们东西可以放上来，没关系啊，我没摆明。老板今天比较帅，有我的声音出现。对啊，过来，来，过来，那我在讲话啊，我在讲话啊。香肠上面。好，来，后面香肠需要两份的话。两份的，来，这下后面也两份。对，后面两份，准几箱哦。嗯，嗯，这虾就是这个，这个就是那，对，那是卖，卖一个，那等一下卖。大概付多久？我帮你讲，千万我要赶回台中。挂，哎，被虾子啦！挂硬币，被虾子，被虾子，哎，加，我们赶回台中啊！进来。被虾子最后两盒，来，谁要的一盒300？这两盒，准备好了。你要快点啊！我要，快点，我拿钱啊！快点！来，你买这个。我今无买着，我够爽啊！一样。你要耍无紧啊！我帮你。你看到这件300，你又看一下，免阁看。好。嗯，你看到就。OK， 好。多啊，这边上无买着，多啊，你无买着，我够有诶。就是啊，大只。嗯啊，无买着遐来300，3个人给。难怪遐嘛一块啊。好吧。
小姐，我你几年呢？你可以，来三个都给你们了。来找两百。这个量就跟三盒的虾子是一样的。还有小虾。你是挖黑广爱北几千块啊？我赶快给您。跟树还在树上吗？没有啊，他们在树上啊。所以给我接话啊，小姐嘛 OK 啊，哦，安尼话哦，啊恁三个等者，我拢我陪坐哦。哎，灯树还在树上吗？我看错了，我为什么会？还有你等他出。灯树还在树上。来，有吃过我们家虾卷的，麻烦举个手，谢谢。老板帅哥，啊，这麻烦下跪，真正好价对不对？但是你外口店价就是四条一百。一条三十单点的，一条三十块，来一个人拿八条、九条、十条、十一条、十二条，那八变来两百，后来秋刚也变，做好价，真正做好价。来两百，后来手工虾卷贵也要价，记得哦，记得哦。来两百，后来秋刚也变，真正甜的，真正的做好价。我说对，做顾不快来啊你，哦，很久没有来了。来旁边帅哥一样。我来啊！你见老表哥几包？全部在上面了。好，我走。四个、十六个。感谢您捧场，这人十二条，我苏宁哥上两条，十四条来，赶六个来，八个客人来，手工虾卷来，买金买啊，九个九个，来两百块，哎，好难做哩哦，来两百，十个，来十四条。对啊，弄啊，什么代志？袂使，袂使，袂使，我十二条两班，嗯，我会当上两条呢。即系你即个意见袂歹，但是我会甲我头家讲。你也好久没来了，只有看直播。是哦，那为什么不来？看哥，这边要收钱，看多少钱？基本吃啊，基本吃吧。一千八。好啦，啊，多起来做牛啊。来，要吃金菇麦了。那个有买虾卷的，稍等一下哈，后面数一样多条，我再拿给你们。来，蟹管肉、叉崩、叉米、猪肉、小威哥，一点那边。这我靠，今天要八一托，六杯酱，没五八七八三八，来等半盒完。挺好，两盒两百，你买不到了哦。三盒给你，新年快乐；四盒给你，恭喜发财。全家健康，幸福美满。来，五 K 啊，你等半盒来。来收钱去呢，来四 K 啊，五 K 啊，你今天在上班，爸过来，你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好好好，你今天你忙收收啊，再过五吧，好，行安尼，行安尼，行安尼，拜托你忙个收啊，忙下收，忙下收，你讲麻烦不够了吗？好，稍等一下，就蛋姐，我挂掉物件，蛋姐哈，有客气，辛苦人啊，我买着蛋花姐，小姐等一下。有没有买到？等我一下。没有了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等一下，如果他拿得够，我就会卖你们。应该是没有了。来，因为我很早就卖了。找六百。他要死。应该是没有了。六个。七个，他那边。还在弄瓜条呗。他不要开始瓜条啊，阿伯。加买一份啊。这边都拿到了吗？两份呢？这边拿到了吗？两份的买一份可不可以？我处理。两份呢？有人买两份吗？有啦。哎，要不退？大哥买两份咯，阿哥钱剩无个了。一两份拢无退。一两份拢无退啊？我来处理，处理，处理。简单的代志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帅哥，拍摄，拍摄，伊唔知你买两份，伊要搞转达，所以就分我哩，好嘛，记得啦。那你不要买大来两百多了。一个。耶。黄宇吃不吃？一只一百杀好了。不要来这，找他钱呐哦。鱼蛋吃不吃？两百多给你。可以了哦，加加加点酒。加点酒。对了，我明白。哎，小心嘞！炸猪块。哎，我没看到你敢来。还没啊？还没啊？进来哦，全细胞鸟。金爪你有买到厚片猪排不？真假？我存四包呢，一包公斤，超好吃的大猪排，你们有吃过对不对？四包而已，两千没贵吧？啊，存三包，来两包，大猪排，来二包。来下个礼 拜有在哪吗？下个礼拜就。礼拜三在金狮湖，礼拜四在新达港。礼拜三在金狮湖，礼拜四在新达港。就这两天，下礼拜。西门人大堂啊，你唔知你唔捌识过，你唔捌识过彭玲。来啊，你记不下来吗？
后来鸡来，我阿公等足久啊。阿公，我买鸡啊，这蒜头鸡足好吃，比你家己煮的好吃要一百倍。当然，我唔敢讲，大家拢买，那有买啦。鸡煮也好吃，那不要。什么问题无？啥物啊？鸡啊，搁几只？鸡啊，无安尼啊？鸡啊，剩只，大概500块，两个人鸡都。一只350。